近日，有媒体曝光出一组15岁李嫣的近照，照片中她完美的身材和过于成熟的打扮备受议论。据悉，这组照片为李嫣在凌晨时分晒出的，画面中她的穿衣风格十分大胆。在拍摄这组照片时，李嫣更换了两套泳衣，更是大胆挑战了比基尼。她先是晒出了几张穿着蓝色泳衣的照片。画面中的李嫣随意披散着头发，虽然只有15岁，但是她的身体线条十分完美。拍照过程中，李嫣不停变化着姿势，身材丝毫不输给超模后妈。紧接着，李嫣又晒出了两张穿着红色比基尼的照片，画面中的她手臂纤细，锁骨十分抢眼，整个人看上去漂亮极了，气质也和亲妈王菲有几分相似。这组照片曝光后，受到了无数网友的关注，有人直呼漂亮，但也有人觉得未成年的她打扮有些过于成熟了。还有人说李嫣太可怜了，父母离婚不说，李亚鹏重组新家庭，还有了第二个孩子，王菲也忙着和谢霆锋谈恋爱，双方都有了新的感情进展。这样的家庭对李嫣的成长似乎非常不利，也导致李嫣叛逆了许多。不过这也是李嫣的穿衣自由，希望她不要太在意外界的声音。